啲解除球之前你挑战过好多唔同嘅远足，例如由康城行去屯门啊，由上水行去将军澳啊，甚至乎成条莫里浩径都行晒。我发现大家都好中意睇呢一种第一身试过嘅远足片，所以今次亦都系继续挑战。今次拍嘅咧就系呢个港岛径啊，成条路径嘅总长度系50公里。今次嘅挑战咧就系希望喺8.5个小时之内可以完成啊，而且中间只能够休息一次嘅啫。系啦，冇错，只能够休息一次。咁就睇下可唔可以喺呢个条件入边挑战成功。山顶广场起点，港岛径全走 ，Let's go！ 呢度有车啊！港岛径入口，望个景，OK。Hello， 你好，新年快乐。唔係喎，係唔使落嘅喎，喺呢邊喎，爭啲過龍添。呢個就係橫排拗嗰個 U 位啦，喺呢度 U turn 嘅。这个就是龙虎山的观景台平路咧就唔系攞嚟俾你休息，平路系俾你攞嚟追进度啊！冲啊！
完成了港岛径一段，现在来到港岛径二段。我给大家望一下景，薄扶林二号配水库，算是斜路都冲啊，平路好好冲啊，因为楼梯位好食时间。在这个位置给大家看一下景色，哎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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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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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得太快了。H025 行了四分一，一条流水仔，行完这个港岛径第二段了，现在就进入港岛径第三段。咁有路牌指引呢，呢、這个呢边有个路牌，咁指引就话係行呢个位置入㗎啦。OK， 继续，唔好俾佢停，一停就会觉得好攰㗎啦，所以唔好停。咁当然如果真係顶唔顺都要休息啦，唔好急行。
度打打卡咁样。哇！唔好影到。Anyway 啦，太多 fast forward 片段，停一停。呢天氣正，啲水唔使冰都係凍嘅。喂喂，等先，做乜傻叫咗我啊？喂，做乜鬼嘢？佢无啦啦傻咗好，咁我哋眼前咧就有个分叉路嘅。向左走定向右走？系啦，咁咧，正确答案系 D， 坚尼米娜嘅，向左走。哎呀，佢又傻咗啦，成日喺度拧嚟拧去，你咩唔满意啊？我俾饱饭你食噶，叉饱你先至拎出嚟噶。唔单止眼睛想旅行啦，我部电话嘅镜头都想旅行啦。我镜头想旅行，边间教会好，完成了三段。好，继续第四段。
咩事咩事？喂，你唔要吓我，我已经好攰噶啦，大佬。你成日都，连佢都攰啊！睇嚟，啊，仲好多电喎。我连续运作咗好耐，真。好似有个窿，可以影个小景俾大家睇下。睇下景先，屋企。綜合觀景台，話曬俾你聽，呢度係邊度？南朗山海洋公園、鴨脷洲、斑馬山、春坎角、馬江山、紫羅蘭山。冲啊！睇下景先，順便吞撲下。好。喂，真系，其實已經行完咗港島徑第四段，咁如果我一路 keep 住行咧，就係第五段啦。但係咧，真心要休息一下，就前面呢個公園就休息啦，好嘛？好，喺度順便附近有垃圾桶，我順便清埋垃圾，食下嘢，飲下水咁啊。OK， 繼續出發 ，Let's go。
要转入去啦。见到呢个牌就去啱啦。影翻景俾大家睇下先。嗱，呢条路径少有嘅高位啊，做咗嘢俾大家睇。左边就啲松林山得好高，所以睇唔到任何嘢，行到。哇！仲有个飞机啊，见到。都会经过那边的，看看先。塞了条路。真係停路，真係我係追進度噶，你奶奶！清晰啊！前面有人影相，我借啲停一停。哇，真系唔得好长。咁好天又咁靓，数一数啦。哇，我数个劲。好，到咗不拿山顶，嗱，见到好多人。早晨，早晨。得唔得？影下景，等阵先。唔影啊？咩俾你啊？想去拍个全景？好，唞完啦，继续。嗰度靓啊！
十字路口应该就是大丰坳啦。见到前面写住大潭督水塘就啱啦，转右。哦，系啊，同埋依家已经是六段嘅开始啦。喂，喂 ，hello， 系咯，咁都俾我见到，系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喂，一路拍紧成条港岛径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拜拜，新年快乐。H063冲啊！风流凉爽，呢度啊真系主要系睇水塘，不准游泳。喂，好，左边都有牌指住，两边港岛径。呢段應該就少好多人行，嗰啲人都係去水塘睇睇水啊！真係。可能啲人會問我：，哇！你行山會唔會順便玩埋 Pokemon Go？ 我平時行山都會，但係好似今次咁樣，真係冇咁嘅餘力。佢話。
好，咁啊呢度已经系六段嘅终点啦，系啦，开始七段啦。影下景先，呢度好开扬啊！大潭港啊，呢度系继续。景痴，继续。其实好似唔好。
OK， 港岛径要屈向左边，呢度有写。系啦，咁即系意味住即系开始上。行完港岛径七段，等车过。好，行完最后一段水龙脊。Hello。心旷神怡啊！哇，感受天地元气精华，呼吸完啦，继续。应该最高，角度同头先有少少唔同。嗰边仲多人啊，边系啊 ？OK， let's go。可能晴顶山284，望到好似嗰度啊嘛，好。龙脊观景台啊！继续。依家睇下景咧。继续。
好。高处可以影景，一阵间又落去。先，佢冇电啦 ！Oh my god！ 即其实我系有预料到佢会冇电，但系我冇谂到佢一冇电之后咧，就嗨到佢个暂停掣，成条片停鬼咗。哇！我头先一换电即刻冲噶啦，起油池嚟，咁就 proof 都唔到我冇停过。旺角島景咁即完咗噶咯，其實現街係雞。咦？佢係冇一個零舍嘅牌寫住完噶喎，完咗咯。嗰下再次，恭喜你啊！行曬啦，成條港島景。咁啊，應該係冇任何一個牌寫住完成港島徑之類啲乜，你好勁就好大個牌。Oh my god！ 一小巴去筲箕灣，我想就咁走啊！遲啲再講好唔好啊？有車翻去喎。之前行乜你好勁，加埋都係行咗22个钟啫嘛。我諗住今次呢條得50K， 8至9个钟都行得曬啩，咁 aim 8.5个钟咁樣唔得。9个几钟，好彩冇10个钟咧。不过都托赖个景好靓，好舒服。呢温度咧行咧就唔会觉得好热咯。OK， 总算完成咗啦，都攰到唔知讲咩好。本身都好多嘢讲啊，系啊，好多人逆走，其实逆走应该好行啲嘅。但系咧，我自己谂住顺住由1去到8啊嘛，咁样行晒50K 啊嘛，咁所以就。其實相對難少少，同埋啲景咁樣排就冇咁好睇，因為你行到尾咧，西高山嗰邊望日落咧好睇啲，龍脊行望日出咧又好睇啲。咁我安排大兜亂咯，不過 anyway 都 OK 嘅。大家留言講下，大家最中意邊段或者大家行過邊段啦。咁啊，
行完都發現其實有行山杖係好少少嘅，如果我唔拎機嘅，但我拎機咧又拎埋行山杖有下撈教咯，都算易行，總算完成咗成個港島徑啦，都開心。唔講咁多，上車係咁，再見。雖然最後都係挑戰失敗，但係總算順利咁完成拍曬成個過程俾大家睇。今次條片嚟呢度，希望大家中意，再見。好，由山頂開始出發，港島徑全走。咦？等先。柯士甸山道喎，行錯咗啊！多謝已經。